大家好，我是可佳妈妈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，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。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人到中年之后，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也给人们带来了直观感受，那就是自己很容易生病。有不少的人表示，已经到了50多岁，总感觉身体毛病越来越多。尽管平时很注意养生，坚持运动，但依然出现很多问题。有些人更年期是健康的老用户，尤其是年轻时不注意，经常熬夜加班，晚上睡不好觉，白天大口吃肉，都没有任何的障碍。那么随着时间的积累，有些不良的习惯造成了后果，很有可能会在中年时候爆发。这也是为什么小病不注意，大病就跟着来了。今天我们就用黄芪搭配以下这几物，经常喝一喝可以消百病，身体越来越强壮，越来越健康。黄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一种中药材，它的价格便宜，养生价值特别高，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用它来泡水喝、煲汤。黄芪它是中药界的明星，被李时珍称为大夫第一药。中医讲，人的各脏腑器官生理功能才能够得到正常的运行，元气虚弱，各种疾病容易找上门来。黄芪不仅可以健脾补胃，还能够补五脏之气，出现了气虚的症状可以用一些黄芪来调理。黄芪具有增强心肌收缩、增强心肌血量，具有很好的强心作用，临床上可以有效的改变病变性心肌炎，而且具有一定的抗心律失常的作用。黄芪还能够双向调节血糖，临床上可用于降低血糖、肾上腺素所致的高血糖升高。黄芪促进细胞的生理代谢能力的作用，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分解代谢。接着再准备10克的山楂，山楂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有很多美食都会加入它进行调味，还有很多山楂的零食。山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，山楂含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、胡萝卜素、淀粉、苹果酸、钙、铁等物质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医疗价值。老年人常吃一些山楂，能够增强食欲，改善睡眠，保持骨和血中的钙恒定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，使人延年益寿。山楂被称为长生果，食用山楂可以有以下这几个功效：第一，降血脂，防止心血管疾病，降低血压，降低胆固醇，软化血管以及利尿，镇静的作用，特别是对于消热效果特别好。第二，活血化瘀，山楂有活血化瘀的功效，有帮助解除局部的淤血状态，对于跌打损伤有很好的辅助作用。第三，可以治疗腹泻，山楂中有平喘、化痰、抑制细菌、治疗腹痛、腹泻等成分。第四，抗衰老，山楂所含的黄酮类和维生素 C 混合等物质能够阻断并减少自由基的产生，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，有预防衰老的作用。接着再来准备15克的茯苓，茯苓它的功效特别的广泛，主要是包括调节血糖、降脂、减肥、利尿、消肿、镇静安神、抗菌消炎、改善肝脏功能、抗氧化等等。茯苓中的多糖成分能够降低血糖，对于糖尿病患者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茯苓中的多糖和皂苷成分能够降低血脂，具有减肥作用。茯苓还具有利尿作用，可以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，缓解浮肿等症状。
茯苓中的成分能够镇静安神，有助于缓解焦虑、失眠等症状。茯苓还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作用，可以帮助治疗一些感染性疾病。茯苓还能够促进肝脏的解毒代谢功能，有助于改善肝脏健康。所以中老年朋友平时可以吃一些茯苓，用来煲汤泡水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。接着再来准备两克的荷叶。荷叶其实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广泛，可以用来做美食，可以用来泡水喝，功效也是特别的多。荷叶泡水化学成分主要有荷叶碱、柠檬酸、苹果酸、葡萄糖酸、草酸、琥珀酸等，具有解热、抑菌、解痉等作用。荷叶泡水味道微苦涩咸，辛凉，具有清暑利湿、生阳发散、去瘀止血等作用。荷叶泡出来的水有一种芳香族化合物，能够有效的溶解脂肪、化浊去腻，适当的饮用能够防止脂肪堆积在体内，帮助消脂减肥。荷叶泡水还具有利水功效，久坐少运动人群易水肿、脾虚气虚，可以经常用荷叶泡水喝，帮助身体排出多余的水分，还能够清肠排便。荷叶水含有大量的纤维，可以促进大肠蠕动，辅助排便的功效，从而使机体清除毒素，大病小病远离你。再准备五克的枸杞。枸杞功效特别多，也是一种很实惠的滋补佳品，它可以滋补肝肾、益精明目，可用于虚劳、精亏、腰膝酸软、头晕、耳鸣、内热、消渴、血虚、萎黄。枸杞中含有14种氨基酸，并含有甜菜碱、酸浆果红素等特殊的营养成分，经常食用有不同凡响的保健效果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用枸杞搭配菊花或金银花一起泡水喝，对于身体具有保健作用。接着把茯苓、山楂、荷叶和黄芪清洗干净，先倒入锅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煮上20分钟的时间。制作视频不易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的睡不着觉。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辛苦大家啦。20分钟后把枸杞加进来焖上5分钟，就可以装杯子里喝啦。我们喝这道茶的时候可以把枸杞一起吃啦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用黄芪、山楂、茯苓、荷叶搭配枸杞一起泡水喝，具有利尿促排、提高身体免疫力、健脾补气、健脾开胃，效果非常的好，可以改善老年人经常失眠的症状，促进体内的脂肪代谢，促进脂质代谢，具有调节血糖、调节血压、抗氧化、利水渗湿、镇静乙醇的效果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